海之中一抹亮丽粉红，不仅鲜艳突出，也令人印象深刻。这是日本三大航运集团的货柜船运部门在整并之后新推出号称粉红佳人的大型货柜船。日本游船、商船三井与川崎汽船三大集团加起来有358年的历史，今年4月合并成立一家新的联合企业 Ocean Network Express 海洋网联船务，简称 ONE。 外界预期合并之后的合资企业将成为世界第六大海运业者，规模在亚洲仅次于中远集团与中国海运。这次的粉红色摆脱了所有的旧元素，从船身到货柜大变身，宣传效果十足。有学者指出，日本社会长期以男人为中心，能够使用像 Hello Kitty 粉红色来作为企业识别系统，非常有创意，让以男性为主的海运产业多一点暖色、温暖的感觉。 ONE 总部设在新加坡，全球范围有85条航线，旗下船队靠挂100多个国家、200多个港口。先前因为整并后电脑系统出问题，让不少货载转往他航，目前估计大约90%的问题已经解决，货载也逐渐回笼，开始摆脱整并之后的阵痛期。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